看阿边和好友黄登辉组成了板凳乐团，将在跨年夜到淡水渔人码头演出。他趁着空闲时间，先找了设计师换发型，并透过社群分享了新造型的照片，立刻引起网友热议。阿边在文中表示，玩发色也玩了好几年，但还是第一次做了自带光芒的发色。只见照片中他的头发刚上完染发膏，可以看见粉红色的底色以及豹纹般的蓝绿斑点。染好头发后，竟然会在黑暗中发出三色荧光，这个惊奇的造型让老婆徐小可忍不住发问：晚上关灯他要怎么睡？对此，网友纷纷留言惊呼：真讨下趴，好炫！这样晚上就算不开灯，也能看得到阿边在哪里。夜间路跑就不担心安全了，因为行人和车子都能看到你啊。Bye.